目，我叫琼章，我叫阿芳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那阿芳，你今天有什么幸福事想给我讲吗？有，但是遗憾不能跟你一个人讲，我不好意思。为什么呀？你这么说不怕会让我难过吗？你可以会难过一点，所以不公开吧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要给你所有我们亲爱朋友听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请各位朋友们跟我一起听这个故事。好的，我们马上开始故事。那以前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大家可以啊，几个都可以吗？那你以前的梦想是什么？啊，我很小的时候想当歌手，想在台上唱歌给大家听，然后为粉丝们送礼物，觉得很酷。长大一点，想当医生救人，帮助贫穷没有钱买药的人。然后真正的长大，想法也成熟。现在不是在这跟你当 MC 吗？真的吗？我以前也有跟你一样的梦想。哦，我们是一对吗？好，对，我们在谈这些梦想，就是因为跟今天的故事有关系。今天我想给各位和朋友们讲一个老师的金哲的故事。他自己选择了一个非常高贵的工作，他在工作不停的努力，那个时候变成一个好金子，到现在还有名。好，再来请各位朋友通过一个感动的短片一起看这个故事。这个短片按照我们刚刚提到真正的故事讲解。喂，他得了自闭症。拜托您将我送去上学，他很乖，很会听话的，希望你帮帮忙。我明白了，奶奶，你放心吧。啊，李老师，快来吧。啊，李老师，你好。奶奶，你好。你好。聊什么事？就是他爸妈离婚了，真可怜，我只好把孩子交给老师了。什么？是吗？那要装好劲呢，你这个。
你说什么？治还是不治也好呢？再好别治，明白了吗？遮蔽障。喜欢一些转关关的东西。用身体上的部分来表达话。发音慢，不看脸，不看眼睛，回学校画吧，有事啊，有事啊，画吧画吧。喂，林老师吗？什么什么？我马上回。回来了。那湖水吗？
智力算术很快，很准确。阿伟，什么事？这个刚才跟你讲几番？几番？恋爱？现在的阿维已经是在有名大学的优秀大学生，得到了今天的成就，都是邓老师花了不少功劳来帮助他。当老师是个很特别的工作，跟其他工作不一样。当老师最重要的是，作为老师，不要为自己收成绩、钱财、物质，这也是当老师的目标。最希望收到的就是心意。一个真正的老师要希望拥有给予他为自豪。